库龙成员具俊晔为爱来台，9号上午抵达桃园机场，在结束相关程序后，他也搭乘防疫计程车，准备前往防疫旅馆进行10天隔离。现场媒体也捕捉到他离开机场的画面，而具俊晔在车上也亲切地跟大家挥手打招呼。等待隔离结束后，就可以见到久违重逢的大 S 喽。